看昌萨直接的想打一个身后，高凡的速度追起来，你看高凡的速度，哎呀好啊，看看有没有机会传起来，有人扣球，太可惜了，一个身后的空当，你看高凡拿出这个球传的也不错，卡东克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，这个球可能是太想发力了，哎呀，这是本场比赛极乱。